放创新生态。团结就是力量，团结才能胜利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。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，树牢群众观点，贯彻群众路线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，坚持一切为了人民，一切依靠人民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始终接受人民批评和监督，始终同人民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，不断巩固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，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。党用伟大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，也一定能够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。全党、全军、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，牢记空谈误国，实干兴邦，坚定信心，同心同德，埋头苦干，奋勇前进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。请各位代表按照大会的安排认真审议。现在休会。